现有员工3000人，其中大多数都是工程技术人员。在前途风景是有15个分子公司。2009年实现营业收入62亿。随着中远南方在业务的快速增长，中远南方在稳定环境面临4个方面的问题。第一个是应用维护的问题，第二个是管理方面的问题，第三个是安全方面的问题，第四个是绿色环保方面的问题。那么应用维护方面的问题是，中远南方在2006年，我们的这个稳定的设备的数量非常多，类型也非常多，那么会带来的是稳定的效率非常低，这个人工的对稳定的满意度比较低的，同时呢，我们的这个稳定设备的维护工作量也非常大，这是我们在应用维护方面的问题。第二个方面呢是管理问题，中远南方的稳定的数量非常大，但是我们呢不能充分的去管理到我们的稳定的这个工作量，那么不能把成本分给到项目和个人，这是管理方面的问题。第三个是安全方面的问题，那么中远南方是一个以文档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公司，但是中远南方的文档虽然是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电子文档管理系统，但是这个物种它存在一个短板，这个短板就在于我们纸质文档的这个输出方面。第四个方面呢，就是绿色环保的问题。2007年，中远南方即将搬迁到新区，这个新区是一个环境非常优美的那一个办公区，但是我们的这个 IT 稳定方面呢，就是在排放方面和这个环保方面还存在一些个问题。那么以上就是稳定四个方面的问题。因为中远南方的这个稳定解决方案的高要求，因此我们希望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。这个方案应该是经济的、高效的、可管理的，并且这个有较好的扩展性的这样一个端到端的解决方案。中远南方需要一个全面的稳定管理解决方案。这个方案的提供者不仅要有好的稳定环境管理能力，同时要有深厚的 IT 背景。基于以上原因，我们选择惠普公司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。惠普公司的 MTS 解决方案能够满足中远南方在稳定方面的全部需求。我们走访了不同部门，例如 IT 部门、资产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，这些部门都反映出了许多与打印相关的问题。例如 IT 部门反映出设备难以管理，响应速度比较慢。我们的资产管理部门反映出它的设备采购的流程比较繁琐，需要和多个供应商打交道，这样的话难以去控制采购节奏。对于我们的最终用户反映出的问题，大多集中在功能的需求，例如功能比较单一，速度打印速度比较慢，打印质量比较差，不能够很好的去体现他们的劳动成果。我们在中远南方 MPS 项目中采用了单功能打印机和多功能数码一体机的产品组合，其中 M5035 有28台，9040单功能打印机有14台，同时我们部署了完善的优果康体解决方案和刷卡认证授权系统。通过计费系统和刷卡认证授权系统的联合使用，我们为中远南方建设了安全文档管理系统，从而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安全体系。这是我们和中远南方在惠普 MPS 项目上取得的最大成就。中远南方 MPS 项目实施的直接效果是稳定工作效率的提高和员工 IT 应用能力的提升，从而带来稳定总体成本30%的下降。MPS 方案的实施提升了我们的这个稳定成本的管理精细化程度，那么我们可以把稳定的成本分解到每一个人、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项目。我们通过强制双面打印、监控打印记录以减少纸张浪费、远程控制关机以及100%回收耗材来提升我们的稳定绿色指向。我们知道所有的信息化建设项目都是充满酸甜苦辣的，中远南方的 MPS 项目也不例外。但是如果你拥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和一个优秀的支持团队，那么你的项目将会变成一项甜蜜的事业。